今天挑战做一棵柏树啊，我以前从没做过柏树，因为我这棵柏树要做造型的啊，不会做柏树，就挑战一下，先从垃圾袋开始做。马上也下了瓢盆大泼雨了啊，我要过去做柏树去了。把土球去一去啊，去一去了，看做个什么型。这一棵悬崖式的柏树真是太漂亮了啊！我先把它枝里面这个叶子先清理一下啊。这个小枝条清理差不多了，上女条开始做造型了啊。上女条是门学问啊，要上好看，又要方便造型，根据自己想要的弯曲度、幅度啊。慢慢的调整，哎，慢慢的调整。大概的形状已经搞出来，把土球去一下，上个盆呢再过细调整啊。把这小枝条也该慢慢的调整一下啊，稍等片刻，马上出货。形状已经做好了啊，各位老板帮看看是不是这么做的，第一次做柏树啊，请各位老板指点，孤当以酒泉相报。